行政長官，我想提一提我哋嘅長者嘅喺而家社工局嘅安排之下嘅生活嘅環境，我希望咧大家喺呢度住得開心，最主要係要開心同埋身體要健康。細路仔啊，未來嚟噶嘛，仲要。我哋影張相啦。可以，按照我们特区政府的号召，希望大家留澳过年，所以这一点呢，表示很感谢你们。